你们到底听到什么没有？没听到什么呀？啊，我又没在偷听。你们啊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这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吗？小骗子，女骗子，啊，那就是来讹诈，我的分你，还有大哥那冯峰，那只不过顶个包而已。哼！ 小朋友，告诉哥哥，你是谁？你赶紧住嘴！这袭击不好，你知道赶紧住嘴！哎，小鬼，谁惯着你天天这样这的？真的是！你赶紧住嘴！你不是，你这个人，你真是……等会儿，你说他和你朋友？不会吧？哼，他处处留情，谁知道外面有多少风流债啊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们是私人恩怨，你要报仇从我来，但是不能对我有任何的人身攻击。 哎，这坏事我对你说吧，停停停！这样不还，这样不还，这样不还！走开！他是你儿子。去。阿晨知道你生气了，你替我没带着你一起逃出来，元宵知道错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福华，你快帮我劝劝母后啊！哎，去。 哎，人家都说了不是你母后了，你就别缠着人家了嘛！你放开我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阿德辉。好了好了，别跑，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？孩子小，小妈妈没有错，你慢慢跟他解释就好了。来，阿姨抱抱。 你干嘛？妈，你衣服赶紧脱了！看看你是不是要换？你干嘛脱我衣服？喂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干嘛脱我衣服？把你小爷爷给我带走！哎、看看你们这场戏到底怎么收场！文妮，红子，老大，外面有很多记者呀，杀出去！好，走，走。 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哎，我皇上！吃点吧。哎，你干嘛耍我呢？认妈大闹现场的是你，不认妈的也是你，搞得乱七八糟也就罢了，现在到了我家了，还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，我欠你的。峰峰，怎么了？我一会儿跟你说啊。站住！皇上，皇上，哎，等等我。 看来小演员失控了，老大，看看去，走啊，走！小心坑！小心，有坑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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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。 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！这小子还挺善良的嘛，啊？哦。
不吃吗？不吃。别装了，这里没别人，就我们两个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元宵。元宵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朕的名讳！少跟我来这套，这里是现代，我天天叫你皇上皇上的，别人还以为我有病呢。以后就叫你元宵了。哼。太好吃了，皮很嫩，肉很爽，唇齿留香啊。喂，刚刚谢谢你啊。哼哼，果然是那个暴君的种啊，鄙视人的语气都一样。哼哼哼，其实呢，我很理解你的感受的，你觉得父母都抛弃了你，就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一样。哼，你这老妖妇怎么会懂？我当然懂了，因为我是孤儿嘛。哦，怪不得你没人管教呢。再说不给你吃了。你觉得日子很难，甚至都没有搞清楚，但是只有自己强大起来，才可以生活下去。这已经很强了。我小时候呢，总是被同学欺负，他们笑我没有爸妈，不跟我玩，还把我的饭盒扔到垃圾桶里，把我刚写好的作业藏起来，还诬陷我是小偷。反正就是多的都数不清了。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他们把我拉到后巷子，抢光了我的零花钱，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就尽全力反抗啊，我才不怕他们呢。哎，要是这帮坏孩子们被朕抓住，一定要诛他们九族。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否则你只会成为一个暴君。只要面对恶势力时绝不低头，坚持自己，就一定能够胜利。你放一万个心好了，这一定不是暴君，一定不会低头的。嗯，喂，朕的头不许人乱摸。我才不稀罕呢，其实你已经比我好太多了，有那么多人都很爱你的，像柳儿啊，浮生啊。不过你要多拍拍我的马屁，我可以考虑多爱你一点哦。虽然我跟你妈妈有点不愉快，可你老爸又……哎，我分得很清楚的，不会把那些烂账算在你头上的。哎，你真的睡着了？要睡回家睡吗？母后，小儿要回宫。是你爸妈欠我的，可是现在怎么会是我来照顾你呢？